他这是我两个师弟，左边这是我们系的，右边那个五星红旗那个是梁树明的孙子，法律系的，原来是那谁，是崔健的法律顾问，崔健唱贺敬之的《南泥湾》，用了人版权了，就给贺敬之送钱去。今天本来约几个人吃饭，蒲志强旅游去了。蒲志强，公费旅游去了。那个谁，你好，你怎么不换那个新的呀？我看别人都崭新崭新的。我这也新。啊，你这新的都不显新。那谁是跑江西旅游去了？蒲志强、贺卫方跑内蒙旅游去了。刚才徐晓东，就是那个打拳打架那个，我看好像也是旅游去了。你看，你看他微信上。微信上怎么说？对对，我都看见他们了，刚才。对对，仁和，你看。旅游去了，自愿的啊，自愿。旅游去了，自愿的啊，自愿。旅游去了，哎，自愿的啊。怎么阴阳怪气的？你看。旅游去了，自愿的啊，自愿。啊，不是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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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说了，你憋了，你把我这也憋了，你把我这憋了，照完你这憋了，是吧？啊，你都穿着五星红旗来的，黑的，黑的，皮儿的，黑的，黑的，你刚才一照，我们没憋你这个吧？啊，人家把人家给憋了，真的，真的，那就是说明不是你瞎照，你瞎照，憋了。你看，需要变了，不能瞎照。我们这边有，我们这边都有那个5G，瞎照。你以为你傻了吧？不傻。